主席怎么看高院发回更裁的理由？他说您就是积极介入金华城。明天再来，不是，法庭上再讲。谢谢。他主席会对羁押庭有信心吗？对于高院认定积极介入金华城案发回更裁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脸淡定，司法攻防明天再说。主席，爸爸身体还好吗？我去医院看。啊，你身体还好吗？柯文哲戴着口罩走出台博大楼办公室，原来是感冒了。尽管官司多头烧，柯文哲仍不忘在7点多直奔台大医院探望柯爸爸身体。而对于高院裁定，民众党表示遗憾，强调柯文哲积极配合检方调查，呼吁检方不该为了入人于罪践踏正当法律程序。最后重申，希望法官秉持公正精神，依照证据认定事实。主席，明天有没有信心啊？三更半夜的。你们在这里辛苦了。你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爸爸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明天有没有信心？谢谢。明天需要小草声援吗？10点多返家，柯文哲看到媒体持续守候，长叹一口气。如今毒案缠身，就看检辩如何攻防。三顺加温前后采访小组台北怎么了？